哎，是不是很可爱？哎，哦不，厕所光线好，不，不，我的头发已经完全变绿了，谢谢甜麦子送的巧克力，没照到。没有，他是大的爱心，这是小爱心，然后一个。其实这种爱心最可爱，我还以为陈真真他们也会画这种可爱妆，结果看陈真真把自己画脸上画的伤痕累累。我头发上面是蓝的，下面是绿的，它就渐变了。因为都是爱心。这叫是我自己画的呀，你们怎么能这样？我本来想鼻子画一个擦伤的，但是我觉得就这样。发饰，我和陈真真买了特别鬼畜的发饰，可是他不愿意跟我一起戴。但他还会闪光，跟你讲，这个戴了就不太好看了。我自己画的嘴角，这里光线最好，这里光线好，我就在这里直播。这就是买的那种发箍，但是我觉得如果为了自己形象的话，我就跟我叫王丹妮的一个小恶魔的发饰吧。这有雪，我是可爱的鬼，我是万圣节最可爱的鬼，也不是最可爱吧。你们有没有觉得我画的很好？你们有没有觉得我这个爱心画的很像那种抖音特效妆？我发现我画画还行，昨天画了几个 ID 过后，是我自己画的，哪里不像鬼了？我只是画的不是那么吓人而已。我要保护你啊，别尬我！我觉得很好看。虽然这个白色的是环瓷的一个什么笔，卷起来了，这个妆自拍很好看。我哪天都很可爱，右脸很像，左脸也很像呀。这个白色的，它是个白色的。我的眼妆，你们觉得跟平常有区别吗？我觉得比较浓。对啊，我要发微博，谢谢超生的巧克力。我的发色下面已经变绿了，上面是蓝色、蓝绿。真好看呀。头发有点白，怎么可能？就这么，这个地方已经开始发棕了，开发棕。抖音没有这个特效哎。其实我眼线有一点白了，但是那个画的不太明显。哎呀，这个妆，如果能上公演就好了。我也想要粉头发，但是感觉很伤头发呀。灰绿对，我没开大眼，我真没开。居然不知道我眼睛本来就这么大，其实也没有很大，就是画的。我就是正常的粉底。直播待会儿不是公演，待会儿就是那个这个 KTV， 衣服就穿 JK 制服，我那个衣服太丑了，好美呀！我可要找地方自拍了呀。不，我是今天才临时画好的。刚刚我刚刚就是边画边就是自己想，也不是自己想的吧，借鉴了一下小红书，就搜万能妆，然后这样画出来的，也没有提前想好。我说这里光线好，所以我才在这。我不会把美白给开了吧？好像真的开了一点。那关了也差不多，正常色调。是在厕所。我都忘了我今天吃饭，谢谢痛苦爬行送的恶魔头饰。我喉咙还好，不是很疼，哎，感觉刚刚突然开始咳嗽了。你好烦呀，没有喷鼻涕。谢谢七道送的荧光棒。哦，那刚刚应该是开了美白这个东西。我好久都没化妆，这今天化我感觉还行，还不错。头发是偏绿了，现在开始绿了。
要去不了，要配不了，因为医院他现在就是这个症状，他你得去医院陪他。今天医院挂号满了，这个我觉得就咽喉肿痛不需要去医院，我就自己就自愈了。谢谢默默同恶魔同事。待会儿我们直播见呀，虽然我还不知道唱什么歌，我和六六合唱呀。看来这个上雨天有点往下了，我得重新粘一下。谢云海送的巧克力，不唱宠爱了。对呀，七点，8:45好像是。我们不要卷呀，我们争取拿下前作曲呀。大家可不要卷，因为我们等会要等会我们要去公司的直播。哪里不正当？多好看，觉得很好看。我刚刚自拍了几张，我感觉非常的不错。就是万圣节，我嘴角被打伤了，装扮很不错，我没看。卧蚕画的。本来说万圣节就是这种要往夸张了一画，那我就感觉我的眼妆怎么跟公公演的时候一样了呢？可能是掉了。哎呀，被我自己打的，我自己打自己，歪了就歪了呗。有啥好对的流程？就是大家一起直播，一起开心。就是万圣节妆，它就是万圣节的妆，就是我在抖音和小红书搜到很多个，就是说，就是万圣节妆的，好多都说爱心，他们爱心比我还大。我们两个都想画可爱的，就爱心没有妆，就要这样可爱。不知道待会具体是干嘛，就先过去吧，先过去吧。就是可爱鬼也是鬼。用眼影画，用白色画这个还挺好看。没有吃蝴蝶结，没有看见。我看到了有一个这样三角形，这样一个三角形，这样一个倒三角，这样倒三角的，就是妆。谢谢拥抱房间起的考拉送的荧光棒。6:30过去还是什么时候？反正6:45开始，其实也没有很吓人吧。我感觉陈真也就是另外的风，他不是可爱的，他是那种很精致的那种，知道吧？我花了很久了，像特效，抖音可以出个特效妆。我拍抖音呀，但虽然我不知道拍什么，最近不知道有什么。王丹妮挺好的呀，王丹妮也很好看。我发现头发剪短了过后，双马尾看起来会可爱一点，还会显你高，不会那么笨重。谢谢考拉送的荧光棒。我肯定要自拍，这不能浪费这个妆，花了2个小时。谢谢考拉送的荧光棒。抖音没有解封，但是并不妨碍我去拍。我不是前段时间去剪了吗？前几天。在月亮去就没送到，真的短了。给你们，哎呀，怎么反的呀？真的是短的。谢谢杨雪松糖果，谢谢你西瓜，谢谢西瓜送的夜蝶，谢谢夜蝶，祝你万圣节快乐，祝你和这个蝴蝶一样可爱一样。然后万圣节不要被吓到呀，出去希望你不会被鬼吓到呀。短的挺多的，短的至少这么多。他当时我剪的时候，我就说你别，他后面还要剪，我就说你别剪了，就这样，不怕他越剪越短。我要下播了，再见，我待会儿见。